京有一位同学，他问我，你为什么要选择西北师大？我很高兴地告诉他，我说，西北师大是一所充满光荣和梦想的高等学府。西北师大有着优良的校风，深厚质朴的学分和教分。西北师大是一所高雅宁静的精神家园啊，是一座文明荟萃的学术殿堂。在西北师大校园里，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的是温馨和谐。为什么选择西北师范大学？西北师范大学是一所百年学府，出现了一代的这个大师们，他们在这样一个西北艰苦的环境里面做出了非常优异的成绩，这些都对我有非常好的这个教育作用。所以呢，在这几十年的工作之中呢，我也是沿着他们的这样一个质朴的精神呢，也在不断的努力。在师大的四年，我发现这里可以让每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同学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学术氛围很浓厚，文娱生活很丰富，总之这里就像家一样温暖。我爱师大。师范大学大学生艺术节现在开始。